前来到这个日本东京这个土屋龟市，我们请土屋龟先生，他用这个他的龟 office 用比较柔性的 H2A 他们的多利波多的车来测我们的零次，400多匹来跑的时候算是，算是那个柔性的哦。你看 AC 快排，还有加上海村先生他的基本调教，然后看他们的变电机师不知道要调怎么使的时候，海村变电机师聘叫他们，让我们体验一下 NA 的改装实力。好，现在看他们零次，好，好，现在目前转速已经拉到3000多，要准备起跑，安尼，咦，哇，你看一阵骚动，哇，你看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日本人在讲台语，哇，你看这个落雨天啊，晒个百倍啊，我龟拢快冻的，看吧呢，哦，快被滴到落啊。哦，好漂亮！这 M76 哦，赵伟，哇，你看日本的跑车这样一阵是满街跑，你看转弯到他们这个秋名山，这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头文字 D 里面那一个，那个在斗花的那个在跟他决斗，然后他们这那个跟他的金贵是金山是什么金山呢？哇，这车头都快打结了！你看他，哇，现在已经到200了，他这个是英里的哦，不是公里的哦，前面有一台马七。多利波多车就在右边，哇！你看，已经到200多了。你看，连我那个升级都拿不稳，然后看到这个厕所，哇！你看，不像我们国内的厕所啊，哇！这个不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日本的、啊，日本车手啊，在这个摄影机前人当自强，不然都不是客人在拍了，过来都不要动，哇！你看，你看，好，到我们到这个有一个看板写着是要Isaki的。这个讲说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日本辣妹大概这长得怎样。来，我要拍，她一定会吓到了。哎呀，走进来，然后进入广告中。来，我想说要先进个那个广告哦，因为那个真的很那个。然后我们看到那过山道的时候拍档，你看他左手右手，啊，你们背着，你们来背着，我看那变装那怎么行呢？小心！哦，美国那个日本还有那个老狼，这个神奈川这个是什么没有的弯道特别多，小心啊！这个这一趟采访的话，我要洗头了啊！你看后面，你看，小心！你看他的转速就这样瞬间一败，哇！我们台湾这个绕这个300多匹的来这边算是柔性的，你看他们用了这个德国。还要复杂的这个方向盘，还有多利弗多这个排档，多利弗多的手，多利弗多的脚，还有后面那个多利弗多的龟啊，还有我来自拍一下森童。啊，日本呢，我是那个日本这个还要复杂的这个采访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海村先生，还有他们也有那个龙勇的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哇，他们香到，哎呦，好像有一台那个 M76在那边乱拆一通，不知道在拆什么的，还有。好像有什么事故，哎呦，老人又在撇车了，哇操！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广告，哎呦，差一点就这样用水沟跑瓦了。然后他现在这个技师不知道要怎么办的，他就进入他们这个神奈川的这个一个密道，据说呢后面有一个这个解体工厂，我们要到这个海村老爹的一个地方呢，我们看他们，哇哟，你看，日本人真是人当自强，你看那个表情破幻转啊，那个都是破幻转以后了，你看他。你看那变装都无用，我们这边来台语转播的。我们刚才做这个另外一台的引特瓜，这一台正准备用力把它改下去，它的加速就比较柔性了。你看整个路上道路的平滑，也就平静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才被攻杀，我先休息，先关着。然后我们先进个广告啊，坑老爹那个日本变电机师，他的车好像有一点状况，经过高速连续破万转之后。连那个 F901 的热熔胎都已经开始有那个热熔的现象，还有他，我们再看那个日本变电机师不知在调怎么时，就让我们体验一下他们的 NA 的改装实力。红头捌载过，红头一般拢是8000到7500转到2000转的时候，他来再换挡，可是这台车可以破万转。它很保守，只在9000换挡，这台车拢做不来的哦。哦，另外你看这个引擎的入耳声，真的是跟我们国内来比的话，真的是好的没话说。来，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个。科技导线。它用的那个海亚库扎，来那个主要是透明的部分，它透明是采用 F1 Power 的面大陆。
啊，这门地你这条路，据说这个当 force 呢，就是说因一过弯的时候变成会扑头现象，介严重，伫弯道内底变完全无啥散。那你看，因为这个斗笠不斗的车呢，说什么？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它是到底是改什么东西？讲上面这个马上听拢无人讲，一个人来讲。来，车子呢改这个引擎是在干嘛的？哎呦，哎呦，逼了哦，好了，我们润会用完了，拜拜。